看这一题。他说已知圆O它的半径是5啦。若相依两点 AB 均在圆的内部，那么 AB 的长度假设是 S 啦。那么 S 的范围在哪里？我们知道这 S 的话呢，最多不会超过直径的。如果超过直径就在外面，至少有一点在外面。所以 S 它一定呢是小于多少呢？小于呢10啊。R 是5嘛。S 要小于直径，它大于0啊。所以呢 ，S 的范围是在这里，小于10，大于0。